你为什么不先问就好了？不想问，为什么不问就直接？我知道你的，但是我看你的是水蜜桃加苹果汁打的，萍水相逢。对，你的是萍水相逢。其实问答，这边你走。这个是这个，它是讲蝴蝶还是讲蝴蝶？蝴蝶，蝴蝶，蝴蝶。我知道，没感觉。他是没心情，谁没心？谁是没心情？没心情吗？没心情，我还蛮适合。不是，你是没心情。他刚好讲一杯就很旺，这荔枝哎，这有荔枝味。香水吧，香水吧，香水，对，赶快喝喝看，喝看，真的很好喝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自便自便，好喝，好喝吗？好喝吗？等一下感觉，哎，你们可以交换喝看，你喝太大口，你喝太大口，哎，去掉吧，第一杯你就倒掉，你是什么？你是怎样？很渴，对，他超渴，我觉得你们好像工作压力都很大。我觉得 Kiki 你应该去过很多间的感觉 ，Kiki 你应该去过很多间，还好。哎，你就这么快又打掉，你还蛮值得的，真的，我不小心会把它喝完哦。结束啊，快点，这样才有接住，要接住，就是第一杯赶快喝完，这样就可以才紧接第二杯。好，他的没有什么的，跟我交换，快，我的好好的，你的在这，他是我的，那我就我说。那刚才不是浮两层吗？然后下面的味道很香，是水蜜桃。然后我说我把它翻开之后，其实忘记跟你们讲，调酒是要拉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就有点像那个哪个？到底是哪个？我这边五次我还不懂，到底是什么？我都不听说你的道理。你跟我讲，你先跟我讲好了。到底是什么？你不要跟我录了，因为我怕听不到他们的音乐。这个东西还有单子这样不好，这样我让店家，让店家不会啊，店家看不到，说店家只看得到大家开开心心。喝一点，点点点，它的上边点。第一杯嘛，就是女神。有没有下？姐，说一下，说一下感想，感想。有，真的有，有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听到了，就是你说，就是你讲的，就是你。我大概懂这个形容词，哪两个字 ？I know， 你 know 了，好啊 ，know 了，你可以再摘一口。你这个形容词怎么可以这么的？你国中应该被干妈吐槽。我要等你们第一杯干杯啊！有，我吃到你们味道，快点，我把它干完。冰箱很久，味道就对了。就是，哎，解说一下。解说就是。店家麻烦紧，这段我会剪掉。店家没有，要是这样讲，我那两个字一定更那个。哪两个？讲啊！不要！大一点嘴型，嘴型大一点，嘴型大。有。没有，你要有。你要很开心，拿起来说，这边饮料我们建议不要拉在一起喝，你把它分喝完了。对，这样下面会有很移动一下你的吸管，不要这样移动，要这样移动，这样懂吗？哦，喝调酒还要有那个教学，对不对？